大家好，我是黄君佑神父。在做神父之前，我是一个老师，直到2009年我离开了我教职，在2017年我领受了司铎圣职，成为了一位神父。第一封信给学校，我很坦白跟他说，因为我要决定入修院。好记得 Miss Sam 过这句，他说人和神争没得争了。君佑那个真的有一个 gift 是和人的 bonding，他是服侍老人家和年轻人是特别特别好的。做了神父之后，我是感到很感恩也很快乐，因为我很喜欢和人接触，不过以前就和学生接触为主，但是做了神父之后，我可以接触更多人，包括我们的教友，又或者甚或是没有信仰的人，我都有机会接触，和他们接触的过程里面，我获得很大的喜乐。